过来来看，这个行为敢袂伤过离谱咯？陕西丁正川的亚江湾是当地农民主要的灌溉排水，但是当地农民发现有不少人士将废弃物胡乱掷伫这个水沟内面，影响到水质，过来造成水路无通顺。乡亲就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协助改善农耕的困境。陕西丁正川的亚江湾是当地农民主要灌溉水路，民众向管理员赖清美丁前，有不少人士拢会在废弃物内等，造成水质污染、排水未通顶状况。这个应该是水泥。水泥包。我昨来看吼，规个拢过，安爬到规个拢垃圾啦。我希望吼，是不是哈、有关单位吼，来甲咱倒处理一下。无这安尼污染过来是第一期吼，要破产，所以讲，若有法度的时阵，就紧来甲咱到处理理的。咱咧吼，昨发现着讲一寡迄个废弃物吼，咱今日有请环保局来看，咱下路行的时吼，咱看到足多吼是垃圾吼，应该是边仔有一个回收厂吼，伊放了无好势，飞到规个吼，你啊看这水沟啊遐尼啊垃圾着济吼，若无紧清的是第一期的。饮水若够啊吼，餐水若够的时吼，会去阻塞吼，所以咱嘛希望讲，迄回收厂爱做管理又好，咱今日请环保局把一寡遐个吼来遮偷倒的废弃物吼，会当讲吼，佮甲因警告者，叫因后摆唔好起来，遮佮乌白倒安。关于湾内亲密接到民众丁警，马上会同环保局稽查科人员到现场稽查，沿途发现除了建筑废弃物以外，水沟内底佫有真侪边仔自然回收场排出来垃圾，要求相关单位要赶紧处理，维护农民经济权益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陕西采访报道。